What?그저그게임중에서그그저희정글러가2렙에탑이와서갱킹을해줬는데그게스노볼이굴러가가지고저희정글은계속탑동선만오고적정글은바텀만가니까그게굴러가서제가괴물처럼크게 큰것같아요 We are expecting to be realistic. We are expecting to lose against Damwon again. I think they are really strong. But we can win into against Flamengo. We are also expecting to win against them in tiebreak also. And we are also expecting Damwon to beat Flamengo as well. Against Damwon, we tried to snowball early game because we knew if it went scaling, we would lose to them because they are like better players and better team. So we had to cheese them as an early game. So we gave them Vladimir and we get Renekton into that. So actually like our early game went really good as we expected. We couldn't finish the game. That was our mistake. We have like bad engage, bad decision makings at the game. We could win that game, I think.漫步的话，已经先激烈的一波换血开偷了，有签到拉回来，血量剩下100滴左右，再一下普攻，我有。对，我觉得就是还没有找到那个 counter， 还不够相信自己哦。哎呦，可手这边直接进来 ，Q1 Q2 直接踢了上去，先把 Kingdom 给赶走。顺势的话，相反的左半边的话，我们看吸血鬼啊，跟哪个漂亮，这边有机会了，这边有机会踢，但想要留人。血池一出来的情况下的话 ，Q1、Q2 先补上伤害。这个水龙已经先被当网给拿了下来了。来这边有机会吗 ？Closer 已经蹲在草丛里面喽。好，而且是伤到六的 Q1 大绝直接踢回来后 ，Q2 再补上伤害。后续的话，漫天血刃直接再把人给留住，受杀落在的是瑞空身上。只是各条线的话可以稍微轻松点。来这边的话再出来，大绝又踢了回去 ，TP 亮起来要来救人。哇，后续的话这个伤害量能不能先把 Closer 给收掉呢？熊妹过来，熊妹可已经到场了。后续的话，再一个 TP，、这边的话正义之拳从天而降。但是兄妹哥还是成功先把李信给收掉了，后续他李雪之间再往前追，真的吗？要打得那么凶，拍的血量剩100滴左右。哇，左半边 KO 来了，能不能喷到呢？女王之怒这边要来追上去，重击先中来的是 Water 人，这边看起来要被直接给扑杀掉了。后续现在的话 KO 在扛塔，扛到最后面成功拉掉。但是我有 Barrel 也是靠技能成功躲掉，下半部是一波非常成功的单网塔杀，收掉三颗人头。好，你可以注意到就是整体两边在支援。我现在看他这边 Showmaker 有点危险，但是没有闪现，没有闪现的，三登场先留，最后 Q1 有中 Q2 踢过来，再拍一下地板，最后人头的话反而是交到瑞空身上。哇，这个意识也是直接靠着走位就扭掉了三登场。后续的话下来，加里欧也在哦。这边的话目标先放在 Nuclear 身上，我开启了大绝往左半边拉，而且是躲掉了漫天血刃。后续的话三登场又没有留到凯莎，凯莎的话还在。这边的话，大脚一踢，再交闪现过来，成功的收掉奈利鲁斯。但可以看到的是，熊妹可也已经到场支援，但是他过来以后，血量剩下200滴，好像不太能做什么，开大绝只能往后撤退了。想要登场，想要留，哎呦，雷克萨倒下了。左半边的话，你可以抓那个机会，成功的收掉加里欧。第一时间的话，张网也，哎，来看一下这边 TP 亮起来了，从后面要来夹人。到场的话是 C 二，但是过来后反而变成一个对方，变成两边的，算是张网 gaming 这边的一个进攻目标啊。本来就是这边嘲讽留人，但是自己的坎度扛不扛得住呢？最后的话出钩成功留住，那这个电力冲击，直接回头，大家先痛打这个石像守护神。所以这波刚刚几乎可以说是以四打五的局面上，现在来了吧？努鬼的会战交了，后续努鬼直接进场，但是看到的是 RY 这边也是撤得很快啊。这边还在等，等到了这个塔已经快掉喽。这边的话直接出来做个压制，哦来了，跑起来了，目标放在血鬼身上吗？有惊人哦。这边的话，伊宁这边下来没有空到人，但是的话最前面的位置可怜的已经先下来了，赶快往后撤退。这边的立方的话还在努力的做交火，我不过吸血鬼反而先倒下了。反而是 Royal 这边有缺继续追击哦，大绝先下，哇，没办法、缺少 Nuclear 帮忙激活，导致这波会战是让Royal 这边取得了优势。
哇，再来看这次的 replay， 这次就很果断了，直接进来。后续的话，伊宁这边也是直接下来了。对，仔细看一下 Torres 在这边，他你看他的进场，他是抬到了关键的两个输出位置，然后让 Nuclear 这边是完全直接就要闪现往后拉扯了。哇，而且这一踢也是一个串烧啊，这一串 Nuclear 也是傻了。我已经没血池了。兄妹，他的第二段大局也是一直找不到时间去处决后排哦，就是蔡雅他也比实力上外卡赛区至少在短期的杯赛当中的表现其实都在慢慢的提升。忍不住了，正面直接开车带了三个小弟一起往前冲，撞在这海巨人身上。转眼间怎么三条地龙啊？对，这边你有发现这件事情？对，所以他们真的是被迫要开了，因为夹在这三条很快哦，少 TP 的机会，五千滴了。罗耀在找机会要进场吗？没有，反而是这边的话直接先把人给顶了起来。后续伊宁能不能下来，先把对方给逼退，往右下角撤退来了。然后这边的话，前面的位置嘲讽刘德仁还不错，但是马上把前面兄妹的直接给斩掉。后续再一个 Q 技能，一个 Double Q 还可以继续追击，两个血量都剩下半血左右了。哇，拍得到了，肉的事情。而且后续那个斩杀是迅速的先收掉第一颗人头，然后其他的话慢慢料理。非常的冷静跟果断，他们并没有选择直接把霸王 rush 完，然后反而是在后续的时候逼着对方来接这波五打五的团战。那第一时间沟通非常非常的到位哦，躲掉了加里欧的第一次进场，然后把对方的蔡雅逼到一个无法驻足的位置。对，而且我们可以提到克雷的另外一个问题，如果他第一时间先被集火，马上下马的话，他在团战中是一个完全没有作用的角色，真的是完全没有，因为他们也没有位移。哦，开到了吗？想要留这边的话，那六四能不能先秒掉了？没有啊，哇，这真的太痛了吧！后续的话 ，Q1， 哇，虽然是成功有把那鲁斯给收掉，但是其他几名成员血量都超级低。如果你过来的话，是轻轻松松的拿掉两颗人头。最后的话，上半部这个加里欧也是被直接抓掉了，而且好像要直接结束掉比赛喽。我们不吃，不等一分钟了啦。这条巴龙我们不吃了。这个小刚还在时差，你们就打完了，完全支援不到会战。直接让大王逮到了一波机会。刚刚其实是 Royal 的主动开战，可是就不知道为什么那个纳蒂乌斯的电力冲击就是硬邦邦的，反而是这个瑞通好可怜哦。对，那到后续直接不见哎，他们直接把所有的伤害剑几乎都灌在家里，都灌在纳蒂乌斯上之后，还差点没杀死他。那就让 Nuclear 在这波会战是直接站着 A， 整场站着 A 打赢的这波最后的团战。哇，修梅克真的是开秀啦，游戏要结束了，三十分钟三十秒，我们要恭喜的是 Don Gaming。成功的收下今天比赛的第一场胜利，要恭喜他们。赛后采访，奈尚再次的恭喜 DWG 是再次拿到了比赛的胜利。我们也请到了中单选手 Showmaker， 先向大家打声招呼吧。안녕하세요먼저자기소개부탁드립니다안녕하세요저는담원게임의위드를맡고있는쇼메이커허수라고합니다好的，也是欢迎 Showmaker。但是其实，在前两天的比赛之后，在赛后采访的时候，选手们说，哎，会有一些比较遗憾或者失误的部分。但是想问一下，是如何来进行的补足呢？첫날경기인터뷰에서담원선수들은좀아쉬운점이많다고 말씀하셨는데 、네、 그래서그후에어떻게피드백을하셨는지궁금해요저희가그첫날에좀안정적으로하다가상대노림수에많이당해가지고좀많이불리하게갔었는데그래서이번에는좀공격적으로하기로했었는데그랬는데오늘도잘안된것같긴해요那其实在第一天比赛日的时候，我们想以比较安全的打法去打，所以说可能面对比较进攻性的对面会有一些不利的局面出现，所以说今天我们尝试的变得更有进攻性，哎，但好像结果也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好的感觉。不过呢，今天对面是选出了一个加里奥来面对阿卡丽，所以也想问一下，哎，这个是有预料到的吗？상대가미드카리오를꺼냈는데좀예상을하셨나하셨나요라인전어떠세요제가아카리를선픽해가지고아칼리상대로갈리오가좋은픽이라나올거라고약간생각했었고요조합도갈리오가어울려서근데라인전은그렇게어렵진않았던것같아요那其实因为我是先选的阿卡丽这个英雄，所以说对面选出加里奥其实是一个比较好的能够 counter 的关系。但是对于我来讲呢，即使对面选出个加里奥，但整个对线期的话还是没有什么难度的，也是比较顺利的来打了下来。不过其实对面无论是前两天的比赛还是今天的比赛都是比较有进攻性的，所以说整个队伍是怎么样来处理和应对呢？사실상대팀은항상공격적으로게임을하셨는데혹시팀적으로어떻게대처하셨나요최대한
상대가공격적으로하는만큼맞받아치려고열심히아맞받아치려고했고요네상대노림수들을최대한안당하려고콜을많이했던것같아요那其实对面面对他们是进攻性非常强的，所以说我们是尽量是不给机会，不给对面的机会，然后最大的程度的去完善自己的一个部分，然后好好的也是应对了下来。那么最后也是问到，Shomaker选手其实在之前的采访之中有提到说，好像欧洲的菜品有些不太合口味，所以也是问一下，现在有没有适应一些呢？사실 인터뷰에서 음식을 입을 잘 안 맞는다고 하셨는데 지금은 어떠신가요 지금은 뭐입에입맛에잘맞는음식들최대한찾아서먹고있고요맛없는음식은이제제기준에서맛없는음식은다먹어봤으니까최대한피하면서잘먹고있어요那其实我也是最大限度的去找自己比较喜欢吃的一些食物，而对于那些可能不太合我口味的，那我是最大限度的去避免到他们。那么也是再次的恭喜 DWG 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也感谢Shomaker选手接受我们的赛后采访。